结婚啊？离婚。为啥？说不着。具体点。仨月了，今天说了头一句话，离婚。结婚证呢？早撕了。那不行，到街道办事处开证明。反正离婚了还要结婚证干嘛？要离婚也得先证明你们结过婚。要填好了。叔叔，你们为啥结婚？我们说得着。具体点。话还没说，就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啥。按手印。右手食指。爱国，在部队好好干，回头当了军官，把你押解到兰州，兰州是大城市。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咋了？刮的，被你老婆抓的吧？被你老婆抓的。爱国，你姐，你姐真是急眼，为找男人都上电视。快四十了，年龄不饶人。老宋，嗯，你老婆也走了一年多了，你咋不去征婚？我不，爱国。
都说你姐年轻时为谈恋爱喝过农药，真的假的？你姐才喝农药。姐，鞋修好了，放车上吧。老师说，明天带我们去西乡动物园看老虎，自个儿带饭。去你姑那拿来火烧。老带火烧，不就笑话？要这个。这个小宝老吃。刚买过高级面包，苹果就别挑三拣四了。苹果越小越甜。做事要专心，我去接你妈。爸。嗯。给我买个翻跟斗的小汽车吧。小宝就有。不要老跟人比这些，要比学习。没劲。同事过生日，我不回去吃饭了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谁有生日了？你不认识。吃饭。吃饭。百惠，别啃干脆面了，跟大姑上饭店吃好了去。大姑，我爱你。姐，别乱花钱，饭都做好了，你也在这吃吧。我带百惠相亲去。你相亲带一孩子合适吗？记住，饭不能白吃。如果那男的大姑相不中，我给你使个眼色，你就闹着走，大姑就脱身了。不嘛。我要吃完大虾再走。成，进门咱先点大虾。丽娜呢？跟人过生日去了。跟谁？没说。相亲要相亲的样子，赶快去换衣服。脸上哪回事？一句话的事儿。啥事儿？俺表姐夫过生日，我们也去了。他埋怨我吃了一顿饭没说一句话，接着就吵起来了。你大宝过生日？嗯。你也是，吃了一顿饭没说一句话，那不成木头了？李大宝的朋友都是有钱人，我插不上嘴呀。李大宝，白阔，请客又在生态园。省内菜我都没见过，那阵势也把我吓住了。我觉得你们打架还不光为这件事儿，那还有啥？
街上有些风言风语，你听说了吗？啥？都说丽娜跟婚纱摄影城的蒋九好。不可能！我觉得今天他就在说瞎话，跟谁去吃饭就不告诉你，瞒着，就一定有事儿。姐，你想多了。蒋老板在吗？一个朋友想定个日子拍婚纱照。老板去新疆进婚纱了，想定哪一天我给安排。还是我自个儿跟蒋九说吧。咋又来了？孩子手套是不是落这儿了？你找。可能落在别的地方了。欣婷，今儿有纺织厂的人在这儿订生日蛋糕吗？纺织厂？没有啊。你叫蒋九呢？刚去婚纱店订活，他不在。没问。纺织厂，有人在这过生日吗？我老婆也来了。没有啊。换地方了。天冷，给她送条围巾。
昨天我把手机的屏保换成了咱们四个在部队的合影。那天照完相，从团部回连里，咱们四个人唱了一路歌，把嗓子都唱哑了。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啥事儿？我要杀人。杀谁？回家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不嘛，就跟你呀。想多了吧，两人不就在一块吃了顿饭吗？我看出来了，神情不一样。他跟我在一块儿，没这么笑过。我非杀了他们。若要杀人，你早动手了，也不会来找我了。要不我就离婚。离了婚可能再找一个像庞丽娜的吗？当年咱们多有抱负，你想留在部队当军官，我想回来开个酒厂。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你成了一个钉鞋的，我成了做挂面的。咱得认清这个现实。这事儿咋办呢？俗话说得好，捉贼要赃，捉奸要双。只要没堵在床上，咱们就宁信其无，不信其有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俩在一起没话。有话也就出不了这事儿。没话，你主动找些话。你不知道，没话找话有多难。那就多干他喜欢的事儿。他爱干啥？旅游，问去哪儿？欧洲。咱一定邪得不切实际。他爱吃啥？这不用去欧洲。松鼠桂鱼。你给他做。我钉鞋行，做菜不行。学。俗话说得好，量小非君子。等他回心转意，这事儿也就不存在了。
你干嘛去了？杜鑫还找我商量点事儿。姐送来的。姐亲相了两下。姐说，一顿饭吃下来，女人就会说一个字儿。啥字儿？吃。吃。白慧吃成了。睡觉呢。讨厌。尼采知道吗？中介新开的理发店，记得叫精彩。苏格拉底，知道吗？啥店铺？在哪条街？孔子总知道吧？他说过一句话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这个知道，欢迎词。怎么是欢迎呢？骂人的话呀。如身边有朋友，远处来人，那不是添堵吗？你把我说乱了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仨人说了一个共同的意思：我思故我在。爱情重要，思想更重要。蓝莓山药，你肯定爱吃。老宋，少说这些俗的，菜该上就上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吃。没有思想的爱情是空洞的。丁娜，嗯，打牌去啊！你们打，天冷了，得让打飞穿上。相亲的人呢？就要撵走了。为啥？神经病！你卖手机的瞎嘴。你把他撵走，他结账了。他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别急，这桌菜都算我的。你是一厨子，又不是老板，哪里做得了主？人做不了主，钱还做不了主呀？网上谈对象就是不靠谱。大部分都是骗子。大姑，你还家有皱纹。风刮的，一块吃吧。你们吃，我找老宋有事儿。白慧。嗯，今儿得把你送到你姑那儿。为啥？我跟你妈有事儿。啥事儿？说你也不懂。十年前的今天，咱领的结婚证。味道真不错。好久没聊天了，今儿得好好聊一聊。我想谈点展望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展望。等我把钱攒够了，准备把鞋铺扩大，既修鞋也卖鞋，做成个门面。好。等再赚了钱，咱再买套楼房，楼房里有暖气，冬天就不用生炉子了。好。等再有了闲钱，我带你和百惠去趟欧洲。好。我说的，你好像不信。
我信。你心里不信。当初我们结婚时，你还说把我带到兰州呢。后来也说过好些别的。哪一点实现了？你的话，我就当展望听吧。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这三件事一定能实现。努力。今儿喝了点酒，我还想说说另一件事。啥事？和讲酒的事儿，希望你回心转意。本来就没有的事儿，哪来的回心转意啊？怎么没有？我在生态园都看到了。你外国，原来你跟踪我。看到怎么了？我就不能跟人吃个饭啊？想去生态园，你还没本事带我去呢。我有内火，冬天爱喝凉的。我胃不好，得喝热的。知道你们又吵架了。爱国不懂事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看在咱俩对脾气的份上，你也给我说回实话。啥话？你跟蒋九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要是有事儿，也没啥大不了的，我就劝爱国离婚了。没有，就是在一起，说得着。在一起，都说些啥？都是些平常话。最近跟谁走得近，手机里听啥歌，电视里看啥节目，县城里有啥笑话。在这小县城，再没人说个话，就把人憋死了。有话咋不跟爱国说？也不知道啥时候，咱俩没话了。看你整天在车间跑来跑去，要不跟姐搭伙上去吧，咱还能做个伴儿。姐，你在封地里一站一天也不容易。姐，我和爱国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会让他往好里走。给你发信息，咋老不回？有句话，早想跟你说。说。咱俩断了吧。为啥？我不想再说瞎话。要不，你离我也离，长痛不如短痛。
不可能，我还有孩子呢。断也行啊，得有个正室一试。这就算正室，还是太草率了，还是得有个最后的告别。把车借给你一会儿，找给加个前脸。你试试，挡风。翻跟头的小汽车吧，小宝下课就玩，老气我。不是说过了，不比这个，比学习。真窝囊。说谁呢？干嘛？几个同学报领新车去苏州，骑五折，明天出发。明天的事咋今天才说？一直犹豫去不去，今天想通了。去不了欧洲，只能去趟苏州了。应该去。俗话说得好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去几天？连去带回五天。吃饭，别迟到。要赶旅行社的车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欢迎光临。你们老板呢？一个朋友想约外拍婚纱照。老板昨天出差了，想定哪一天，我给安排。蒋九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等他回来，我跟他说吧。姐，下午放学你去接百惠吧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新乡进行写展，顺便看一个同学，今天不回来了。丽娜呢？去苏州旅游了。知道了。师傅，知道荷塘月色在哪儿吗？啥地方？没听说呀。来吧，去哪儿？荷塘月色知道吗？在哪条街？大爷，知道荷塘月色吗？是公园还是个饭馆？
再不吃凉了，大爷，知道荷塘月色吗？是公园还是个饭馆？不是个酒店吗？就在我们家旁边，刚开的。在哪儿？金穗大道。叫庞丽娜喝讲酒的住在这儿吗？李克的信息都是保密的。您住宿吗？多少钱一天？我爸啥时候回来啊？明天。快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嗯。佛祖，我不想杀人，也是被逼的。杀了人，我一在地狱，我女儿就没爸没妈了。从今往后，保佑我女儿。
跟你说句话，待会儿行吗？急事。啥事啊？我在房间外听了他们一夜，一夜，他们干了三回。你走吧，我知道了。买瓶农药，哪一种？毒性大的，屋里的花长虫了。爹，今儿是你的20周年，给你和娘送香火了。爹，娘，你们穷了一辈子，今儿给你们送来了金桥、银桥、电视、电冰箱。还有汽车，开车的司机叫快来，想去哪儿，叫声快来就行了。啥也不说了，都怪我。以后跟你好好过。看在我喝农药的份上，我说一句真话，他哪点比我好？幸亏救过来了，不然我也该喝农药了。家里给我煮碗鸡蛋面，我饿了。想吃饭就是好了。
死了也就算了，我活了回来就得找你。没想到你会喝农药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您告诉我这事儿就是想借刀杀人。你想多了。我给你买了一把刀，啥意思？去把人给我杀了。事情都这样了，咱俩离婚吧。玻璃，为啥？夫妻一场，我得对你负责。咋负责？姓蒋的既然敢跟你好，就得对你有个说法。你去给他说，让他先离大应娶你，我就离。你不用管。得管。没离之前，我还是你丈夫。我刚才去找他了，也让他离婚了，可他不敢。原本以为他是个男人，可谁知道是个窝囊废，一瓶农药就给他吓住了。那更不能便宜他，你得天天逼他。外国，你是想让我们鱼死网破？爱国，离婚吧，家里的东西我啥也不要。玻璃，想拖着你就拖着，反正我不回家了。你也没脸回。我要把百惠带走。从今往后，别想再见到百惠。为啥？不是因为百惠，我早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女儿跟一个破鞋有关系。你敢见百惠，我就敢杀你。其实这回我跟江九去新乡是要跟他断了，都说好了，谁知你掺了一杠子。方琳娜，说啥都晚了。出去打工了。去哪儿？广州。啥时候回来？年底。临走也不给我说一声。真快呀，唐丽娜，看你咋办。
老宋让我当媒人，我也好长时间不干这事儿。虽然形势有些老，但中间有媒人还是踏实些，不像网上全是虚的。那你们相互介绍一下自己。介绍啥？都认识。啊，是个程序。也显着正式。我先起个头。我叫宋解放，今年48岁，在县城东街香本楼饭店当厨子。上无父母，妻子早亡，下有一个儿子和儿媳，还有一个小孙儿。我说完了，该你了。我娘，十几年了，没笑这么痛快过。跟你说，老宋这人有意思。该你了。我是一个打火烧的，四道街都知道。没了。有啥问题，相互可以提。我就问一件事。啥事儿？你老婆前年咋死的？气死的。你气的？儿媳。你有问题没有？我也为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当年为谈恋爱，你为啥喝农药？自杀多可怕呀！可怕的是，又被救回来了，还活着。凡是考100分，都是这待遇。跟谁打架了？玉成。为啥？他说我妈是破鞋。他妈才是破鞋呢！回头我告他吧，让他妈走。我妈在哪打工啊？不是说过了，广州。都走了2月了，到哪没信儿啊？每天上班，忙。啥时候打电话，让跟她说句话。说啥？我想去广州找她。姐要结婚了。心里乱得很，爹娘死得早，没人商量，真不想嫁给他。现在老宋岁数大，姐都这把年龄了，还能找着年轻的吗？现在老宋长得难看。跟你说实话，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，就是想找个人说话。我都39了，整天一个人，憋死我了。老宋那样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就怕我找了老宋，你们笑话我。姐，你情况再坏，坏不过我。我戴着绿帽子，整天也去钉鞋。姐，你笑话我吗？
经老了。姐，你不老，你挺漂亮的。我恨死15年前那个男的，他害了我一辈子。也是需要表现的。今天嘉宾云集，高朋满座，宋解放摆了40桌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见证这难忘的一刻。这是近年来严禁的世纪婚礼，让我们祝福他们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。爱国，趁着高兴跟你说句话。啥话？前两天庞丽娜找我，让我劝劝你。既然出了事儿，俩人也闹僵了，事情也拖了2月了，不行就离了算了。可以离啊，我跟他说了，让蒋九跟他老婆先离，答应娶她，我们再离不迟。蒋九已经和他老婆和好了，这前提不成立啊。这事儿你只能找蒋九去啊。知道你在赌气，但你耽误了别人，不也耽误了自己？俗话说得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退。青海，以后别再提这事儿了，再提我不认你这个战友。没想到你报复心这么强，事儿没搁你身上。多嘴。当然行。哎，我来。来嘞，早生贵子。祝你们早生贵子，一个老早，一个早。大姑父，你去过北京吗？跟旅游团去过。跟南京比，北京咋样啊？就那样，人多些，楼高些。大姑父，你去过欧洲吗？在电视上见过。欧洲咋样啊？我妈可想去欧洲了。就那样，人多些，楼高些。这是联合国，在纽约。那里天天吵架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也不嫌丢人。姐下来，向村里的快些。
老宋，去超市买桶油。就去。我可是燕京的名厨，如今是虎落平阳了。说离婚的事，这事太敏感。不说离婚的事，把这件鸭绒袄烧给百惠。给你烧东西也很敏感呀，万一让爱国知道了。别说是我买的。那说是谁买的？你。这鸭绒袄多少钱？750，有亲友的。少不得。为啥？一听就是假的，超过200块钱，我在家里做不了主呀。那把这小汽车烧给百惠，150。表姐家的小宝说，百惠一直想要。你跟他说，写完作业再玩。我，今儿是周五，百惠下午3点放学，3点火车摊不忙，我接百惠去了。知道了。回家，给你个惊喜。大姑父爱你。可有个条件，写完作业偷走。为啥？你爸不让买，怕耽误学习。你明着玩，你爸就知道了。你爸知道了，你姑就知道了。你姑知道了，我就给挨揍。老陈，你帮我看着点，我回去取点线。哦，好。谁给你买的？你别管。不说就没说。大姑父。不会，你姑不批准，她不敢随便买。我跟你姑说过，不能再给你买玩具。到底谁买的？一定是你妈买的。我妈从我这回来了。这个烂货，找死啊！不让来往，还来往！爸，我恨你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妈就是一个破鞋。
百惠，吃饭。百惠，长大了，学做饭了。贝儿弟，给我盯上。我发现你找老宋找错了。姐夫这人挺好。哪儿好？100个人里挑不出来一个，从来没有坏心眼儿。那不就是傻吗？我是想找个说话的。可结婚之后，一天到晚跟他一句说不来。没嫁他之前，我见他就笑；自嫁了他，我一次也没笑过。姐，你不能要求太高。你姐这人没法说，一个礼拜有7天。他5天心情不好，有个磨合期。不过，跟你姐结婚还是戒指了。我姐除了脾气不好，啥事心里都明白。我说的不是你姐，那是谁啊？是百惠。过去这1年多，我不爱说话。自从有了百惠，我变得又爱说话了。这些天，百惠都变得不爱说话。等你半天了，还有脸在这涮肉？你赔我丈夫？咋了？你老婆又把我丈夫给拐跑了？啥时候？今天下午。都怪你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看不住你老婆。他们老不跟我商量吗？我好久没见着人了。就是奸情出人命。你要不管，你会出人命。
我去你们家喝农药。哎，这事儿咱慢慢商量啊。我想了半天，得找。事情出了，不能就搁在这儿，还不是怕赵新廷喝农药。这种破鞋找他干嘛？话不是这么说，找他们不是为了他们，为了有个交代。给谁交代？大家伙。好没啥，咱跑了两回，整个燕京城都炸了。要是离婚了，就不说了。没离，老婆跟人跑了，得有个响动。闷着头不做声，咱一家就成了缩头乌龟。今后在燕京就没法混了。你姐说的对，风声很大。天下这么大，哪儿找去？讲究了亲戚朋友。赵新廷都给我写好了，他姑家在开封，他姨家在西安，他舅家在西宁。一路上多加小心，找着了能和平解决就别动。你一手不敌四拳。放心，我没打算真找他，都跟人跑了，找回来还有意义吗？我出门假装找半个月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别告诉我姐，也别告诉任何人，买回去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今天我和你姐就搬到你家住。糖醋口的，你肯定爱吃。明天是礼拜六，愿意去哪儿？姑带你去。去动物园看孔雀。我爸呢？不是跟你说过了，去兰州看一个战友。吃饭。干啥？好像有响动。
照不照修鞋的？我会修鞋。耿辉，不能当个哑巴司机啊，要说话。我问你，开车去哪儿？欧洲。车上都带谁？你，我姑，我爸，再有一辆就好了。为啥？你们坐这辆车，我再看一辆带我妈。那咱们定了。牛爱国吗？张楚红。哎呀，自中学毕业再没见过。听同学说你嫁到了开封，没想到在这儿见了面。你咋在这儿呢？一言难尽。我在小吃一条街开了个摊位，你晚上过来。一转眼，十几年过去了。咱们的同学也都四分五裂了。崔玉芝前年来找过我一趟。崔玉芝是三班的，龚一鸣跟咱一个班，咱们的同学中就成了这么一对儿。王嘉诚，你知道不？听说前年去世了。前年他事儿上。县城几个同学都去送了花圈，大家哭了一场。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啊。你还行，过得不错。表面现象。去年我离婚了。为啥？说不到一块儿。你呢？跟老婆咋样？还行。妈，你说我有六七年没旅游了。人就得想开点，该玩也得玩。我今天说的话比平常一年都多。我都听明白了。
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他跑了两回，你不找他是对的。上回出事的时候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你咋不离呢？赌气呀，想治他呀，没想到物极必反又跑了。今天把这些说出来，心里痛快多了。三四年没这么痛快过。活了三十多年，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。啥？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，就是日子没法挑。可不，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，一推敲，每一件都藏着委屈。可不，我还看穿一件事儿。啥？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以前。你让憋着心了。我早遇到你就好了，我身边没说这话的人。还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啥？找人呢？找着了吗？还在找。别找了，回来吧。咋了？白慧病了。从昨天到现在。一直高烧不退，急死人了。医生咋说？啥病查不出来，一定是老宋带着白慧在街上胡吃吃坏。我俩吃的一样，我不也没事儿？你皮糙肉厚，白慧能跟你一样吗？大夫，快想办法呀！咱这条件有限，还是赶快转院。白慧。你醒醒，上回咱俩说欧洲还没说完呢，你突然来这一手，不是要我的命啊？要紧吗，大夫？非常要紧，急性病毒性脑炎，马上送重症监护室。回来，咋是脑炎呢？你可别杀了我，杀了咱还咋说话？
还在找，这就对了。三天了，白慧，你没啥。我想吃馄饨。想吃，病就是好了，我给你买去啊。大姑父，再跟我说说香港。你说过，等大火时候赚了钱。带我去香港看他的轮船。去，一定去，这个我做主。还愣着干嘛？带馄饨去，没看我们这儿忙正事儿了。这么晚，饭馆都关门了呀。除非去火车站。材料，馄饨多少钱一碗？三块。小碗馄饨，大碗盛，多来点汤。吃点东西吧，我可老饿，肚子里还有个人呢。拿二斤苹果。告诉你一件好事。啥事儿？我姑父说咱们不去香港了，去香港太贵了。我姑父说等我病好了，咱们去青岛。我姑父说香港有海，青岛也有海，海上都有大轮船，
我姑也答应了。爸，我是怀孕的真知。我姑父说，齐青岛也带上你。好啊。没事儿，连东西都不拿。知道你在找我们，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你说咋办？你要是想杀我，就把我杀了。我没想杀谁，原来想躲得近些，谁知心里乱，还是走远些好。这一走，到死都不回来了。你就当我们死了。我给百惠织的毛衣，在大衣柜的第二个抽屉，还差一个袖口，让姐给她收个口就能穿了。羊绒的毛线，不扎身子。给百惠织完，也给你织一件。这只来不及了，天还冷。百惠一睡觉爱开电热毯，等她睡着了，记得关上，别电着。你回来。道理，日子是过以后，不是过以前。怎能让憋着心了？爱国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说的最好的一句话。工作人员请注意，开往广州的 T379次列车开过来近六站台七道，请工作人员做好接车准备。